16号首度开放的天空漫步，位于河南郑州的伏羲山景区，距离地面有360公尺。女大学生之所以会吓到腿软，因为环廊直接向外延伸，没有任何钢索，也看不到有固定点做支撑。开放一个月前，让民众用锤子尽量敲打玻璃。这个玻璃一块的重量大概是在半吨左右，锤子是可以把玻璃砸烂，但是它玻璃不会掉下去。美国 CNN 以中国最吓人的户外名胜的标题来报道河南的天空漫步，打败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廊桥多出9公尺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头大的。其实从2011年开始，大陆为玻璃材质着迷，湖南抢得头香。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 CNN 评为世界11座近代最伟大桥梁之一，全长430公尺，一览湖南省美景，看穿下方300公尺的深谷，一次可容纳800人。走一趟东方天空之路，票价加起来折合台币1455元。2016年的世界低空跳伞大赛就挑中重庆云端廊桥，距离谷底718公尺，4000万打造亚洲第一跳，一次票价至少新台币550块。风景区热衷透明结构，进阶版升级再推出 3D 模式，跨越黄河两岸的宁夏步道看似普通，但当你走在上头，桥面会突然消失，变成湍急流水，步道环廊纷纷打着试胆的噱头，刺激感100%，更是景点的金鸡母。